我要来拍一张我的单脸，心多宽，路多广，你心有多宽，你的路吼都多宽哦。来，另外那一个是跟它相对称的，一样的零元起标。哎，零元起标是这么安静的、啊，那我们负200起标好不好？可以画的先看冷吧，这样会比较好一点，舒服一点点。负200起标，1000哈、哦，来。1200，来，我量数，2000，来2000，我这3000，3000两声，我哎呀，5000，哎呦，欧老板出声了哈、哦，来5000几声，哇，这已经是便宜到真的是，哎，那顺便那半年也拆出来，来瑞你来帮忙一下，这是一对的，来，做好事，生好事。你做好事，你未来你囡仔你弄得是真好一个世界。来，刚刚那个5000嘛，这样1万嘛哈、哦。你看起有像对不？来，10000一生，小检查姐，像唔对可能吧哈。好，家里无税啊。啊，那个有没有警卫把他带走哈、啊？不要让他在现场呢，造成另外一种混乱。来。12000一生，老板，你有对手了。我会开大金不？15000。啊哈哈！家里无讲卖，无讲盖税，但是大家唱到就要起起叫哈。来，20000是？20000一生。哈哈，够不下来啊！老板娘有什么意见吗？22000，税亏啊！这个挂在哦客厅里面，好看的不得了。中间再放一张我的照片，哦，那个现场的气氛更好。22000两声，让了吗？22000，双双对对，你离了，睡了。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拍卖，所以今天所有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开眼界，然后能够自己去亲身经历，也是第一次亲眼看顺哥他的功力真的是。没得讲，那个就是日积月累，时间累积下来的经验，蛮好玩的啊！一起欣赏，然后也会借由拍卖交流跟分享，用这些钱来做一些事情，我觉得真的蛮好。我在现场其实感觉到很温暖，顺哥的行程之中其实都有一种。很强烈的跟人之间的关系还有连结，看到顺哥对于自己生活的热爱，然后同时他一直不停的坚定的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去做创作这件事情，其实是会得到很多感动的。